一月五号，看一下有没有人写信给我。我真的每天都在看有没有人写信给我，哎，希望他们多给我一点事情。亲爱的市民，很自豪你参加，哎，邀请你明天参加波西亚温泉剪彩仪式，哎，哦，请大家参观我们的新景点。哇，这么快就开始了，这么快就完成了，你们偷偷把东西盖好。我正式写信通知你，我们科研中心最近有一件被盗的物品。起初我们认为是盗贼兄弟哈斯和达斯干的，但是随着深入调查，我们相信有人协力厂商参与了这项事情，并陷害了这两个兄弟。我们了解到最真实的描述是戴着面具，声音沙哑，很有男子气概，感觉好像秋风哦，有没有？还好我声音没有沙哑。请留意任何的人，我们会继续调查这件事情，以及为什么把东西，以及他为什么把东西送回来。盖洛市长，我要去找人，是不是？哎，索菲奶奶有寄信给我，平常对奶奶的关心，给我2个糖。哦，好哦，所以我要去找戴着面具。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商人啊，神秘商人。不然还有谁？趁着今天风光明媚，我来打造一下这个自动化工厂。今天真的没事做嘛？看一下有没有市民需要我的。哎，有哎，港口起重机。我以为没有市民需要我了啊！我昨天做了一个起重机，我骑错东西了，骑着我的羊驼，好久没骑羊驼了。先来看一下起重机啊。工厂起重机是不是？哦，我正要找你呢。盖斯特完成了港口下一部分的设计，货物储存区，我们要造一个滑轮式的起重机，帮助他装货卸货。这个挺困难的吧？我像我好的，我试试。又需要和科研中心谈谈了。我天哪！你们，哦，你们，哎，祝你好运。又要询问，又要等明天了，是不是？那个，这个先不重要了，先去回去换马哦。那个羊驼骑不下去哦，回去换马。佩特拉，我来喽！这次又要做什么啦？就仅看过巨型起重机，但我不认为我们的知识可以重用它。我需要和工主任一起研究，给我5张光碟做参考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等你参考，要参考多少都没问题，又要等待了，又要等了，我等，好不好？我以为我做出来那个昨天做出来的起重机呢，顺便用在这里啊。今天没事，真的没事的话，我就要去做我家自动化作业喽。要自动化家里的工作，首先要先做这个导电石、导电地板、实木导电地板。欸，好像不错欸，全部都 Holy Key 呀啦！哦哇，硬木板瞬间没有了，全部都变这种导电地板欸。哎，这样不行，这样我还要再磨一点硬木板出来，然后把导电实木板放到这个下面去，这个底下我放，一格一格放，以后就可以不用燃料去烧了，不是不用燃料，集中处理，对不对？啊，导电实木板我放，把这个抱起来放在这里，这样子就可以打造了，对不对？我只要把木材投进去里面，这个就可以不需要放材料了嘛。木头，投入我的木头，全部投入，可以发8天。哎，好像也没有感觉啊。开电源，哎呦哎呦，有了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电好像不太够用哎。这个效率才11%而已欸，哇欸，不够欸，它有6个电力要用，这里一台只能发2个，欸，安内美赛，安内美赛，要再做更多火力装置了，全部都处理在一起，火力功能机要民用熔炉加功率动力源、钢板和线圈，欸，民用熔炉我退下来啦，那刚好拿来这边用，放置。赶快来做钢板，哎咻，线圈，我有了一个了一个，马上再做一台，
对对对对，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，赶快去发电，赶快去发电。我应该要先放在外面这里，放在这里，这个离比较近。哎呦，发电发电发电，补充燃料，这个一样80个，打开。这里也要补充燃料，一样80个，打开。哎，666，哇，这样应该够了吧？100%发电哦，这样子也不用再装燃料嘞，供电100%。哦，这个样子也不需要什么高级动力源来发电嘞，都用木头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好像不错哎，好像不错哎。哎咻哎咻，这样子我想要修改一下它发电的规，哎、欸、不是啊，发电的距离和放法。哎哎咻哎咻，然后我想把这两个也拖进去发电，两个也拖进去，一起用一起用。然后电力又不够了，电力又不够了，把这两台加进去之后又不够了，哇，又要再组一个了。那、这个电力好缺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那个火力发电。这个没这么多，钢板没这么多，做不出来哦。先停掉两个炉子，有没有？让它去够发哦。竟然不够发电呢，我的天哪！1月6号，组装图，组装图，今天应该会给我组装图了吧？科研中心，经过几天的通宵之后，你没有啊？你们只经过一天通宵而已。我们研究出港口起重机组装图了。这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样子，虽然有些复杂。现在我得清醒来，我快睡着了。祝你顺利。你们昨天半夜研究到几点啊？我也是很晚才睡觉的啊。我每天都工作到2点、2、3点呢。我也工作得很晚，没有比你们爽，好不好？我来看一下港口起重机。港口起重机要铝合金板、钢结构外壳、钢架、高级动力源。哎呦，好像不是不行哎、欸，铝合金板我有啊，好好好，没问题，马上做好不好？这样就没问题了，一口气把你盖好。哇哇，钢结构外壳，高级动力源，铝合金板，等一下铝合金板要放哪里？铝合金板完成了，哇哦，扛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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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一下，哇咻，天生神力的小五。天生神力，每次都要欣赏一下自己的天生神力。好好好，去组装。好久没有来到这个港口看看嘞、欸，这就是刚刚盖起来的灯塔，这变成十字的都扩建好嘞、欸。哇，你们速度也很快哎、欸。那我要盖在哪里？我要盖在哪里？你们速度变得好快哦，要盖在这里。好好好，我马上来盖。组装启动机。哇哇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小五刚刚一个人扛起这么大的东西，哎，科研中心总是不断在超越自己，照进度，港口很快就能建好了，没有问题的啦，有秋风在，这些瞬间完成好不好？作画女孩，哎呦，给我女孩的作画，哎，女孩。哇，微型艺术品可放在博物馆，好哦，放在博物馆。我现在有钱了，我可以去组装我的那个更高级的那个什么家里组装平台了。先回到家里去升级我的组装平台。我看到这边有一个任务哎、欸，哦，今天有剪彩，哦，差点要忘记剪彩了，不行，剪彩我一定要去，怎么可以丢下我嘞？我努力了这么久做出来的温泉箱哪有，哎、欸、等一下，剪彩不在这哦，剪彩在这里，哪有不得我参加剪彩的道理，照理讲要我上去剪彩才对啊。哇，我们又有一个新点点的、ACG 建筑公司金西斯和小五，金西斯有做什么事吗？哦，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，准备泡温泉了，这也是大家的心声吧。哎哎哎，我应该要在里面啊，只看得到我老婆有没有？啊我，啊我，参加完剪彩，好空虚哦，好空虚哦，我进去看一下温泉有什么可以泡的好不好？好空虚哦，查看，花费200元，好，来喽泡温泉喽，我花了200元泡温泉，
这下面就是温泉哦。哦，是用小船泡的哦。哎，好有趣哦。就这样泡温泉，然后体力恢复满是不是？啊，我本来就满的，泡什么温泉呢？体力恢复满，八七有泡什么温泉？去扩建我的那个组装台啊！来我的组装台升级，智能晶片两个没带，对不起没带，好不好？我再回去拿一下，这个空间应该放得下吧？应该吧？没带有没有？我怕我的东西放不下，先把这个移旁边一点，有没有？就是把这个移旁边一点，然后把这个箱子也移旁边一点，都怕它放不下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，好好好，这样应该放得下了。扩建组装平台升级，确定？放得下吗？放下，放得下，放得下！哇哦哇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智能组装化了。看一下看一下，塞一个最好的角度就在这好了啦。哦呦哦呦，智能组装真好，满级了满级了。好了好了，这今天先这样，今天满足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自动组装平台，可以自动化组装是不是？我想组装的就是这个火力功能机嘛，对不对？需要45分钟。好了，按下去，它就开始自动组装了。45分钟后来领，这样有比较快吗？这样有比较快吗？这样我是不是东西就不用拿出来了？我只要都放在家里面，慢慢拿出来组装就可以了。它会自己拿出来组装。哦，好哦，那我把东西都存好。组装完成嘞，就在这边获取。哦哇、哦，就这样，组装完成，好啊，那我就再放到地板上。哎咻，哎咻，好了，又一台了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我能不能丢能源石进去熔炉里面烧？它是火力发电机，不知道能不能可以八颗，八颗。所以一颗能源石等于10个木头，感觉好像很不合理耶，感觉好像很不合理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木头好像比较好。看来秋风做完自动化工程之后衣食无缺嘞。看一下我还缺什么，我的那个电池，那个不是电池，这些发电动力源是不是不太够啦？只剩2个好像要去打一下架了，对不对？去打打架，练练我的身手，不然那个有点生疏了，有没有？我去打一下架好了。来打架打架，打到半夜再回家。此版本未开放，敬请期待。我有46级到50级的还没开放，所以我要打哪一个？打这个高级动力源，打这一个。这个好了，3小时这一个感觉比较好用。小黄鸭冲浪板，拿到什么东西啊？小黄鸭冲浪板，生命上限、哦，我现在不加生命上限的啊。如果你有暴击加10以上的，我马上换掉好不好？暴击加10以上，
猪猪机器人七号打败你！哇哦，欸，其实打一趟下来，这个动力源赚的还蛮多的，欸，赚三个，哇，还蛮好用的，欸，而且高级能源石三个，也可以再投入到机器里面，可以继续烧。好了，打完了，不用讲这么多，而且这里要打的东西确实没有很多。一下就打完了，再打一次，先打这个好了，四小时的。哎，打完这四小时，这个我就回不了家了，两点了，回不了家了。打了之后，我发现铁锤好像比较好用，铁锤比较快，配合暴击，有可能秒杀对方。哎，感觉蛮好用的。哦哟 ，boss 不要动，让我打！哇，打得好爽哦。打得真的蛮爽的，欸，而且这边是不是只有这边能打到是那个什么碳纤维和压缩机啊，完全失传了，欸，此工艺完全失传。那压缩机咧，欸，不管它了啦，反正我打到了，打到就走吧。这一次收获八个高级动力源，欸，欸，其实收获满满，欸，好了，走了，回去了。我觉得我好像也不用急着回去了，因为回不去了。这不用急着回去，我走这个输送带回去好了。输送带回去，酷哦！